咱参加来去经文第三十九篇，经文第三十九篇也就是以赛亚第二章。咱参加来去，伫将来日子，上主会登的山，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。咱这声，阿弥陀佛来讲，咱来上上主的山，因为用伊的道路支持咱，佛法会对世间发出，因为今日的甲在国中施行审判。因为将刀拍做犁头，这个无过举刀攻击的国，哪国的家啊，就来。咱上帝，咱祝咱所起用伊的话，即时咱来三甲看。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第十章，马可福音第十章，咱要对四十六节来看到五十二节。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节，听到耶利哥耶稣甲伊的学生。甲大阵人出耶利哥时，有底麦的仔巴底麦，就是痴迷做乞食的，坐伫路边。四十七节已经听见马萨勒人耶稣就哀求讲：大卫的父的耶稣，可怜我！一个人接比伊，甲伊竞争。若是伊一发大声哀求讲：大卫的仔，大卫的父的啊！可怜我，耶稣停下讲，叫伊来，就叫前面人甲伊讲，按你的心起来，伊得叫你啊。五十节，伊就放十一的衫跳起来，去就问耶稣，耶稣应伊讲，爱我甲你做甚物？前面人甲伊讲。特别在那半年，我爱得到看见，耶稣甲伊讲：去啊，你的信有救你啦！伊两边得到看见，就伫路里对耶稣先甲我讲：咱万上帝祝咱所读起话，即时咱来坐读今仔日的经句，也就是咱主要所读。马可福音第十章五十二节，咱读起来读。耶稣甲伊讲：去啊，你的信救你啊！伊两边就会真欢喜，就是老人对耶稣咱读欢喜一解。耶稣说：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下次的时刻看他的脸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愿上帝祝咱所读下一回。即时而乐，